后的疫情从武汉开始，现在已经呢有29个国家有确诊的病例，所以呢人人自危啦，到目前呢是还没有药，到底要如何治疗，什么药呢能切实对症下药，最好的预防啊，最好那就是维心，从咱人人的心啊要启发起来，把过去呢过去啦迷失的方向及时停止，面向的正确的方向，把我们的心啊导正过来。过去的人生只是心啊那种追求意念，迷失了自己，只求满足，为求了满足口欲，所以呢惹来了病从口入。动物各有生存的世界，我们人啊不该去侵犯动物的世界。热腾腾的青菜，菜根味香，也可以料理的很好啊，也可以满足啊，有营养啊。换一个心态，正思维，这不就是与天地呢共生息，享受了天地的五谷杂粮啊，这甘是真好呢。但是呢人心啊就是浮动迷方向的啦，现在唯一的可以救这一波啦疫情，唯一的还是要心思虔诚持斋戒。我们现在要赶紧反省，要赶紧虔诚啦，持斋戒，戒就是戒杀生。我们呢好好的如数，人人发出虔诚的心，用虔诚无私的爱呀，共振上达诸佛菩萨、诸天庭啊，表达我们的诚恳，为这一波的疫情来虔诚祈祷，用爱呢消弭了疫情的灾难。唯有爱才能消弭灾难。可知道站在第一线的都是用生命投入在生命中呢在搏斗，我们呢应该要为大家为他们来祈求平安。我们能做到的是什么？这是灾情，人道精神啊，哪里有灾难我们去帮助呢？这都是天经地义，本来就是要这样，救灾救难。
何况佛陀教导众生，总是呢救苦救难，唯有爱，用爱投入救拔疾苦，救人就是救己，看到了慈济人呐、的爱，在大陆当地的慈济人，他们也都勇敢的把自己严谨的准备，他们呢也都去在关怀付出，同时他们还要关心到了我们的照顾夫，他们会去教他这样保育方法，还要在社区去送树热汤，还要呢为守岗的站岗守护第一线的去送热汤姜汤，上一些营养食品，真的我很感恩，看得很感动啊，这就是慈济人，人间菩萨，佛陀来人间为一大事因缘，要教菩萨法，菩萨入人群去救苦难，看看真的是很感动啊。还有新加坡也是一样，现在新加坡呢也疫情严重，所以那里的慈济人也是去做如何帮助，而且呢他们呢很快速的成立了蝗灾应对小组，去做安定人心。新加坡慈济人也是这样的。总而言之，人间菩萨就是在这样的大时代啦，有了人间菩萨，哪里有需要，从哪里去投入，远方的也可以远方支援，这看到了是很感动的，很感动。所以呢说现在唯有呢心思虔诚持斋戒，而且唯有爱啦，方能消弭灾难，消弭啦这一波的疾厄啦，这个疾病瘟疫，这就是唯有爱方能消弭疫灾，这个恶难的灾情，我们应该呢赞叹，还要呢鼓励，当然啦、要很严谨啦、所以呢要相信，相信唯有虔诚的心，唯有呢大家起心动，行动起来持戒，那在要持斋戒，那戒杀持斋，大家呢发心，用虔诚的心来持斋戒，这就是虔诚的心呐。所以期待人人呐、信能安住心，正道念，起码这些爱心呐、爱会当安落来，安伫迄个正道的念，正心正念行啦，邪不侵啦。
较早师父都讲过去啊，心静念顺，下不去，等等，一定要持斋戒啦，正心念啦。不持斋戒，不正信念呐、啊，那不知道要拖延多久，不断上升。这是很期待，大家人也要多呼应哈、哦。这是一个很严峻的一波。